出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如果这一晚上500多，要不是李比在会上见，我也不想住这儿。明雪，你知道这里的酒店能退吗？当然能啊，我也想找个便宜点的。那你知道哪儿有便宜点的酒店吗？我知道个便宜的酒店，就是比较偏僻。同学，这么远呢？当然了，姐，一般便宜的招待所住的地方都比较远。也是。人心果然是要打一遍啊！韩月娇的手是真的稳，你们发现没？他们的设备也要先进很多，连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啊。主任，这可不是他们设备好啊，这是新的医疗软件，可以多机位全高清的进行手术直播，还能长时间的将手术啊录制、存储和播放，咱们给学生放啊，可就方便多了。你还怎么找到你姐？陈主任，手术视频已经上传成功了，以后可以随时调取查看。刚才啊，整个过程我都看了，同时还有好多家医院也在看呢。你们这个做的真不错。谢谢。现在4G 网络刚刚兴起，目前还只能实现最基础的手术直播和远程问诊，等5G普及了，远程手术也不在话下。科技发展的速度真快啊，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退房了，谁让他退的？客人自己要退的，我们也拦不住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
这么贵，外面都能买三个。这些就可以了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娃娃多少钱？那个45。一起拿了吧。哎。45。喂，姐，你怎么电话打不通啊？你在哪儿？哎呀，弟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换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酒店。你在哪儿啊？我来接你。叫田林庄啊。哎，爹，你等会儿啊。喂，老高，怎么了？你在哪？出事了？哎，月月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朱月，爸爸妈妈跟你说话呢，都当成耳边风是不是？哎。方志敬那个混蛋死活说是李兰姐问他哪里有便宜的酒店，他好心帮忙才给介绍的招待所。我看他就是怕决赛的时候你给他使绊子，故意把李兰姐骗走吓吓你的。这小子一大早录完口供就跑了，明知道是他害的却拿他没办法，真窝囊。有种他决赛就不回来。老高别说了，这也是个意外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以后路还长着呢。哎，大哥，他本来好好的啊，你非让他做手术，做什么做？哎，大哥，哎，那什么，你别冲动，哎，你别冲动，松手，松手，你过来，你别冲动，你过来，你别冲动，你别拉我，你别动，你干什么？松手，别冲动。李兰家属，请取一下骨灰。
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你知道吗？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。他最喜欢听朴树唱歌。尤其是那首理想花儿，他们都老了，他们在哪里呀？家里的老单板录音机坏了，就这样连磁带都放不出来。天涯啦啦啦，我现在唱啦啦啦啦啦啦，全是杂音，我就把磁带都扔了。我还跟他说，等他以后有钱了去现场听。什么都有，偏要装没有。明明在乎，又好装不在乎。我爸不在了，我要照顾好我妈和我姐，结果我还是没有做到。说到底，这就是我们的命，都得忍。下雪了。
看。换了。这不科学。我冷血呗。顶多因为你比我高。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那我就不用问是谁了吧。我的梦想是不是很容易实现？以前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就千刀万剐，罚你下地狱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李寻。那你可记住了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背叛的人下地狱，没想到当时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分量却变得那么重。也许是我根本没有听懂李寻的意思。我曾以为这一刻是我们幸福的开始，却没有想到这是一切的结束。是啊，我们能保证系统出错率在1%以下。对，现在嘉禾医院全员都用上我们的系统了。好啊，那我过来给你们演示一下。一会儿见。李璇，我过去一下。去吧。注意。有个事儿，我想把你的股份先转到我这儿。好啊。
不问为什么？我需要问吗？去吧。走了。我回公司没有找到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怎么突然想起秀他来了？你不是说椅子要是不吱呀响，你敲代码都没有节奏了？你妈没再给你打电话吧？没少打。带我去见你爸妈吧。迟早的事儿，总不能一直躲着吧。不相信我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我妈她……我知道，你爸妈对我有意见，见到他们很有可能会给我难堪。没关系，总得搞定老人家吧，不想让人家夹在中间。还是算了吧，你先缓缓，这段时间真的挺特殊的。他们对你将来的打算，你没少操心吧？不管我们以后怎么打算，我总得主动站出来说一下吧，不然我们看起来怎么都不像认真的。李然不在了，我只有你了。老高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来看你不行啊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基地。怎么了？这是要搬家？马上要毕业了，基地就散了。哦，你不会真的是来看我的吧？还是又来参加新戏大赛的？我是来找李寻的，听他说你们办了个公司要创业。是朱韵跟李寻的公司，我自己一个人另谋出路。那你要去哪儿呀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
你找李寻来干嘛？是他请我来的。他请你来的？嗯，是我请他来的。老高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走吧，去外面聊两句。西兰花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千万别迟到。喂，你到了，我出来接你。苏玉，今天李寻不是要去你家见你父母吗？苗苗，对啊，我跟他约好了。那他去了没啊？怎么了？我看见他好像和徐丽娜在一块儿。都不用去接你，舒不舒服？毕竟也来过。别换鞋了，直接进吧。李寻。嗯。哟，小李来啦。叔叔好。哎。给您和阿姨带着点东西。哎呀，还让你破费。喂，快快快。哎，你。饭还得有一会儿，这样，你先跟我去书房，咱们喝喝茶，聊聊天。哎，你的事儿呢，我也听玉玉妈妈说了。什么大事？年轻人嘛，走点弯路很正常。只要是本质不坏，我都不介意。小李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所以有些话呢，我就跟你直说，好吧？如果说咱们两个是合作伙伴，是朋友，哪怕是亲戚，我都能接受。但韵韵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得不到她妈妈的祝福的话，是不会幸福的，而且我们这个家也不会好。你理解吗？理解。
月月，过来收拾桌子。哦。我小姨早上程序都饿死了。你是不是还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呀？ GRE 已经给你报名了啊，好好复习，你没有第二次机会。我都说了我不想出国了，我除了是李寻的女朋友，也是新公司的合伙人，现在公司刚刚步入正轨，我肯定不能走啊。反正不管你们接不接受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而且肯定不会变。哼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不要轻易说什么绝对啊、肯定啊这种没有退路的词。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今天的你有多么的天真幼稚。我们一直想的呢，是送玉玉出国的，可是她现在执意留在国内陪你创业，而且你家里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她肯定放不下你，这真让我们为难呢。小李，我倒是有个建议。如果说你们俩真的想在一起的话，不如一起出国，一起换个环境。当然了，所有费用我来承担。这样你们就能接受我了。还是需要时间的，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，你们两个也需要时间的。能不能走到最后，真的需要时间的考验。我知道啊，我这么说有点唐突，也很自私。毕竟你刚刚开始创业，我也做了调查，前景还是不错的。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试错的机会，一步错步步错。韵韵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不可能拿她去试错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真的在乎云云，真的想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你考虑一下。阿姨知道你来，亲自下厨，掌的勺，来坐。哎，不算。哎呀，来吧，吃吧啊，咱边吃边聊。先吃吧。哎，对，吃。嗯，炒的比我好吃。嗯，你们那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那，你不是说让我多了解了解吗？我们正在做一个医疗系统。你们能做得成吗？哎呦，这虾新鲜啊！哎，吃热吃。朱叔叔，刘阿姨，
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家里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刚才叔叔跟我说了很多，我也明白你们的用心良苦，但我也想说，朱允和我在一起会很幸福，所以选择创业也是选择相信我们的未来，请你们放心，也请你们相信朱云自己的选择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油盐不进呢？不想出国就是油盐不进。李轩，哎，小李啊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刚才我在书房怎么跟你说的啊？年轻人创业很艰难，现在啊，不是说你一拍脑门子是吧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。同意你们两个一起出国，那是我跟你阿姨深思熟虑商量好的，那是我们的底线，已经很考虑你的感受了。说到底我们都是要替自己闺女兜底，如果说你非要坚持啊啊，如果你非要坚持，那就等于是在为难朱韵，你把她夹在中间两边为难，那我要质疑了，你是什么居心呢？你们在说出国的事情啊？爸妈，我是真的不想出国，我们的公司最近谈了很多投资方，刚起步就能拿到这样的成绩，真的不可思议，我们俩不是闹着玩的。阿姨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，没关系，既然你们知道我的来历，也应该知道我的能力。如果叔叔阿姨愿意帮年轻人一把，帮？好，那你说说，你需要怎么帮？我和朱韵刚刚开始创业，做生意需要人脉关系。叔叔的公司不是要专攻康复医疗器械吗？以我的能力加上您的实力和社会关系，我们可以互利互惠，合作双赢吧。您帮我把生意扩张到全国，以后等公司上市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李轩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您觉得呢？哎呀，可以啊，年轻人，这我们的家底你摸的是一清二楚。哎，我问问你，你今天来是来拉赞助的是吗？李轩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朱韵是我的女儿？看来你还真是对我耿耿于怀啊。朱韵，你记得妈妈早就跟你说过吧，她追求你是目的不纯的，你以前就是不相信，今天你看到了，她要不是因为盯上我们家，不可能一直这么缠着你的。不是这样的吗？好了，没得商量，你们俩的事情我们家长是不会同意的。朱韵跟着我会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你们以后就知道了。不用，我们家韵韵现在过得就非常好。说实话，你来是拖他后腿来了。爸，韵韵，你现在看到了吧？啊，看到了吧？我早跟你说过，一个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。不要以为你高考成绩好就怎么了不起，高考第一也改变不了这个人贪婪、自私、处心积虑的本性。妈，能不能不要再说了？韵韵，你别说了，他现在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你这么护着他？李寻啊，走吧。
家不欢迎你。爸，本来以为你们的目光会更长远一点呢，鼠目寸光。李寻，看到了吗，朱云，我们怎么可能同意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？我告诉你，他早晚要出大事情的。云云，干嘛去？你干什么？你给我回来！朱云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这不是误会。李寻，你现在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老公，我没有亲人了，也没什么朋友，但有些事情必须要做。新一代，李寻。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指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长时光陪你度过。 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那颗炙热的烟火一直是你。时光陪你。